欢迎来到麻花局中局。局中局开始前，让我们看一下正片还有哪些秘密。90秒钟计时已经开始了，一边绑仨，赶紧你就报警。腾哥，我听到了。你少俩兜啊，你假兜。没事，雨，你小，他绑哪儿你都上手啊，没事。差着岁数呢，咱不在乎这个。来哥，还能来一个。这。大的得绑几个？对，大的绑往下点。各位还有30秒，请抓紧时间。这么快吗？这回。运呐。咱就随便玩玩吧，好不好？那你让我3秒就行。你还想咋玩？咱们别认真的了，我刚已经听到你们的策略了。各位还有最后10秒钟，10、9、8、7。我这记不上啊，我这。5、4、3、2、1，噔噔噔噔！各位时间到，请停止挂气球的行为。好。哎，我们这个厉害啊，我们。哎呀，我看不着路了，我脚都看不着。损不损啊？哎呀，豁出去了，我这段就别播了，好不好？我豁出去了。我背上都没有一个，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管平衡的。我们的胜败就靠这把了，是全指你了，云。我连脚都看不到。看看蛋总到底是要胜利还是要未来吧。我感觉我要完呀，姐，这怎么整啊，姐？呀，这掉了就不能算了吧？哎，都掉了，怎么算呢？只要在手里抱着就算了，在手里就行。啊，行，那你手拿着吧。好的，各位，还是那句话，注意安全，预备，开始。哎，姑小姑娘，你好意思？哎，那个嘛，那。哎，完了，这还没完了，全地上掉地上的，回头可以让他捡起来也算。太快了，我真的不能战斗了，我要走了。哦，太野蛮了！快！哎呦，漂亮，漂亮！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哎，张总，衣服呢？衣服都哪去了？全给我扒了，衣服，外套都没有了。我，太野蛮了。都给他拨出去，我们这好几升呢啊，来来来，嚯啊，嚯啊，50，嚯啊，你这就是移动的葛洲坝呀，你这就是6升，啊，沈德多社区取得胜利，赢得了14升的水，掌声，恭喜恭喜。哎怎么回来了？哎呀，您好，文老师。你们是来学习垃圾分类的吧？是的，是的。对，长话短说就十分钟了。等你们很久了。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具体的规则。首先呢，需要2人背着垃圾桶站在指定的位置上，剩下的一个人呢，需要将垃圾进行准分类，并且精准的投入到相应的垃圾桶中。限时1分钟，投入正确的得1分，10分就算获胜。一人2桶。好，没问题。那你们来，我来投。来。我背黑的。行。云这么均匀点就行。3、2、1，开始。橙皮是垃圾。哎，对对，进了。然后我又拿这个玉米，好像也是垃圾。我又拿这菜叶，好像还是垃圾。玻璃瓶儿好像是可回收物，哎，可回收物，走泥。杀虫剂是什么？有害。这怎么有弹性呢？灯管我扔这里。行，边界点不知道。衣架子有衣架子是口油，油漆是有害。过期药品啊，有害吧。过期药品有害。化妆刷说有害。指甲油有的，我怎么老拿有害的呢？好，准备，五，
四，哎，这个这好，全是。二，一，好，时间到。时间到，时间到。我看看啊，杀虫剂、有害垃圾，有害垃圾那是三分、四分，矿物有五分，六分了，七分，八分，九分，好，十分，恭喜，恭喜你们获胜了，能，恭喜你们顺利的通关。就十分钟你就都给我。哎，不行，就十分钟，不是你后边也什么十分钟。你看我们林雨妹妹第一次来，美人鱼你不得照顾一下，美人鱼你不得照顾一下。好吧，谢谢，顺利啊，成功了吗？成功一塌糊涂，我们一车都满了。抓紧时间，时间不多了。了解前情，更懂麻花局中局，来吧，看看今天大家吃了什么，玩了什么游戏。太嗨了，我今天就是我要奔着嗨去。那边怎么没人呢？欢迎哥哥们，欢迎哥哥们好，哥哥们好，欢迎，怎么还有一个座是空的呢？这个是一个神秘嘉宾，一会儿我们来一个神。各位麻花家族的老师们好。您好。啊，本期我们按照两个桌子就自动分成了两组，下面有请我们龙游当地的美食推荐官为大家介绍今天的美食。哦，你好，晚上好。大家仔细听。池中有礼，天下龙游，我是龙游美食推荐官。哦。池中有礼。在下有礼。幸会幸会。幸会。我们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浙江龙游的溪口啊，我们这里不仅有好山好水，还有好味道。那今天呢，我就带着大家一起品尝我们龙游的特色美味。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道菜，就是大家桌上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菜，看着黑乎乎的。这个是不是？嗯，对。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我们咬不动锤子，竹子做的一个足够好玩的小锤子。这个看着黑乎乎的，在我们本地啊，其实叫金蛋。金蛋，因为它是用我们本地的黄泥胚来包裹的。老师们猜一下这里面是什么？鸡。太厉害了，一猜就中。你猜是什么鸡？母鸡。缺腿鸡。让人介绍好不好？它的翅膀比较大。会飞。飞机。这种鸡呢，是我们一个85后的返乡创业青年。他从我们龙游本地的数百种鸡里面找出来的一个品种，它叫龙游飞鸡。哦，果然是飞鸡。它就叫龙游飞鸡。它平常就生活在我们大足海里面，然后栖息在我们的竹林里啊、树上，它可以在树上睡觉。那就是溜达鸡吗？对，所以它的体型呢就非常的小，然后它那个爪子啊就不像普通的鸡的爪子，就比较像鸟的那个爪子。明白。就可以在树上睡觉的这种。所以，砸开吗？现在？一会儿我们可以留点悬念。好，对，我们留一点点悬念。得一会儿，主要是饿了。就为大家介绍第二道是我们这个清溪石斑鱼。大家可能知道这个石斑鱼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对。大家环保意识强了嘛，然后开始治水，所以慢慢的今天我们又能重新品尝到这道美味。啊，石斑鱼，我跟石斑鱼老师也合作过。我再给大家插播一个龙游北乡的菜吧。绝味鸭脖。在龙游北乡有一块宝地叫做富硒宝地，我们用这个富硒莲子和我们莲塘里的这个鸭子，让我们的营养啊跟这个美味碰撞一下。那我们龙游的美味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各位老师品尝。谢谢。我就不客气了啊。能吃了吗？可以吃。那我砸了，那个砸完之后吃锤子啊。对，锤子可以吃了，锤子可以吃了。啊？那是什么锡纸？吃吧。谁先来第一块锡纸？来轮，我给你加一块。哎呦，少。让他给你拿下去弄吧。啊，行，让人家拿下去弄吧。咱们要不要请那位嘉宾来吃点儿？请那位神秘嘉宾。
神秘嘉宾什么？我们的神秘嘉宾现在堵车了，现从酒店叫过来的，那他可吃不着了。大家边吃，我们边出第一个考题。记忆考验，导演组说出一道菜的名字，每组需要像推荐官一样回答出这道菜的特色，回答内容与推荐官一致即为胜利。此环节通过举手抢答方式进行，回答正确即一分。第一道菜啊，是叫花飞机。三二一，才能快，才能快。黄老师，确实是黄老师快。这道叫花飞机呢，是咱们龙游当地竹林中散养的一种特殊的鸡。这个鸡种呢是一名八五后，他回给从在八五后年龄在八五年往后，他回来创业，在千百种鸡的这个品种中挑选出来的一种。我以为你刚才说那鸡八五后呢。挑选了这种特殊的鸡种，在竹林中哎散养，因为它是散养啊，这个鸡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因为都是鸡肉，哎，所以说这道叫花飞鸡，哎，是用当地的黄泥包裹，烹饪出来非常的美味，哎，完美复刻了吧，老师，完美复刻，爪子跟一分。好了，请海豹老师买单吧。别吃了，别吃了，海银。挑点毛病，长得不一样，爪子跟别人在树上睡觉，对，能像鸟一样能抓在树上睡觉。还有几只爪子？哎呦，行了，来你一分吧，一分吧。鸡能有几只爪子？加一分，给他们加一分。哎呀，第二题，红烧石斑鱼，三二一，去。反应快了。红烧石斑鱼。我当年跟石斑鱼老师合作的时候啊，哎呀，我服了你了。水质特别要求，没错，咱们龙游的水质曾经非常的好，所以渐渐的，这个之前一直在西中的石斑鱼，这没比赛呢，别不是长不长，比着赛，哎，这慢慢又出现了，多了起来，哎，饲养了它之后，人们就可以享用这种美味的鱼肉，怎么样，老师？这可以说再加一分，再加一分。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来吧。我说二位，你不乐意买单吗？昨天我结完我先走，让他俩在这吃吧。来思思，我们吃能不能一雪前耻？来来来，我就只刚才只记得这两个菜印象特别深刻，其他的我咱就甭管，咱就举。行，先举，举完了行，举完再说，行吧？来，你这样吧，人家老师啊还介绍了一道莲子和。说哎，莲子包鸭，包鸭汤，这个东西它里面有什么特色？你说一说。我记得这个，这个莲子说特别的这个，特别莲子不是特别，就是加一分，再给哥哥们加一分。这道菜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它所有的食材啊，通通都来自莲子糖。啊。没听着，不知道怎么回事吧？就这莲子生长的池塘里边的鸭子，加上这莲子，就所有的食材通通都来自这塘里边。你吃到的这道美味，它就充满。真是，人家老师介绍你是啥也不听啊，真就顾吃啊，还爷。老师怎么样？老师，我这得再加两分了，我觉得。哎，现在吃也吃不下去。神秘嘉宾。哎呦！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队友终于来了，赶紧吃。我们刚才一直以三敌四，那我得帮你们帮忙吧。那个凳子还可以到并到这儿来啊，下次啊。我们两组的队员都到齐了，下面我们开始对决了啊，来决定今天哪一组来买单。给人大锁找来了，还让人买单，是不太合适。开始对决了，不就因为这事儿找的他吗？对，忘了跟你说了，得买单啊。啊，那可以，那可以吧？那第一个游戏是字母组合题啊。首字母组词，导演组给出首字母组合的题目，例如 D T 点头、地图、大堂，两队轮流作答带有该首字母的词语，答对一次加一分，若未答对或五秒内未作答，则本轮游戏结束，换题重新开始游戏。没了。马路。马路是什么呀？马路这个咱马路是什么？咱不能问这个。对。哎呦，马路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马路是什么？马路是什么？大买了，麻辣，卖了。到底是买了还是卖了？买了也卖了。卖楼，买楼。你们出去谈买卖去。模棱，模棱两可的模棱。啊，模棱是啥呀？模棱两可的模棱。模棱。我给你杵炮。模棱是什么？我都想给他一杵炮了，真的。模棱不行。麻溜，麻溜。到你们了，哥。麻辣，卖辣。卖辣。鸡翅。卖辣是个词吗？可以，卖辣可以。卖辣要魅力，魅力，魅力。啊，可以可以，魅力。卖浪，风吹卖浪。嗯，卖浪卖浪。完了，哦，我们要赢喽！我还有呢，下一个我接啊。埋了。对，给他们。哎呀，这是大锁的这个身份埋了。埋了。母龙。母龙。这个可以，没毛病。母龙啊，母的龙吗？怎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咱这地儿就叫龙游，母龙在水里边游。母龙可以，你们接着说。母龙，对，母龙，母龙，母鹿啊，母鹿，母鹿，母鹿是啥？我的鹿呢？没鹿呢？怎么了？母驴。行，母驴。摸驴。哦，漂亮。什么？母驴吗？刚才摸驴。摸驴了。美驴。买驴。他准说买驴。对，买驴。我刚才想说来着，我一想。说过摸龙，摸龙，摸龙，别摸龙了，摸楼有点那个。摸鹿，摸鹿，摸龙，摸龙，还摸啥？那我是摸楼也行。摸楼也可以摸，倒是可以。我楼为什么不能不让我摸？摸倒可以摸，但你说你摸楼干什么？我喜欢楼，刚买的，真烦人。该你们了，赶紧说吧。还有吗？还能对上吗？刚刚那个？嗯。哎，别说，快别，没了，没了。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吧。他们对不上了。坏人，胡人，黑人，狠人，对，好人，害人。他们太慢了啊！他们太慢了。都有。下一道题。哦，下一道题了。大河，大海。你没玩过。都好，都坏。住了吧。大汉。大汉民族，大汉，大黄，养的大黄，大火，大火，大火行。大会，开大会，这总知道。等候，大会，等候，等候，等候。哦，还真挺有文化的。等会儿，等号。哎，哎呦，太棒了，我们那个大锁呀。都会，都会。说快说快说快！董浩，道汉，哎，这个心服口服，这叫不去了。道浩，杜华，赌豪，豪赌，赌豪，赌豪这豪赌，赌圣，赌豪形容一个厉害嘛？对，名。哎呀，我给你们来个有文化的敦煌，你看看，你看看，这文化水平。回去了，又到你们了。蛋盒，蛋黄，蛋盒没毛病吧？那我们蛋黄说了哟，你怎么老能？又开始读秒了吗？三，二，得喝得喝得喝，嘚儿喝，嘚儿喝，来吧，咱们又赢了，咱们我们又赢了。拟生词猜词，两队成员各派出一人作为本轮的表演者，到导演处获得题目，并通过声音进行演绎。演绎过程中，两队成员均可以举手的方式进行抢答，答对为本队积一分。来，别看。哦，行，三个字儿，三个字儿，这东西发什么声？听好了，哒哒啦滴啦滴啦，小喇叭，哒哒啦哒，大喇叭。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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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秧歌，扭秧歌，答对，谢谢二哥，形容的真好。三个字儿，开始了啊！痛哥，痛哥，嗑瓜子儿，我们得记两分，我们不仅猜对，他还犯规了，这我们得记两分。一分，加一分，给他们扣两分也行。哎呦，那不还是加两分吗？OK， 好，君子游戏啊。小点声，就我们听见就行了。
按摩椅。答对。三个字。三个字。小九，鸡鸡鸡鸡。汪汪。动物园。几个字？动物园。哎呦，这都能猜出来。动物园是怎么猜出来的？它模仿的其实不同的动物的声音。不同的动物。哎呦哎呦，你们俩莫名其妙的有点默契哈。这个两个字啊，我现在一动不动啊。跳水，跳水。哎，不是，这啥也听不见。我也啥也没听见，我就看嘴型，你们得仔细看。好，下一题。三个字。大点声，皮皮。打呼噜。你们听我哼完，听我哼完。热水壶。吐吐吗？吐痰。倒开水。电水壶。水满了。水开了。烤痰了。它这个分几个步骤啊？你们听几个步骤啊？摩托车。刹车片。水管子。像了啊，有点像。开水房。小便器。冲马桶是吗？哎呦哎呦妈，你这冲马桶这，哎呦我的天哪，皮皮老师啊，你冲马桶你应该这么学。你看，对呀，你看对呀，这也太形象了，这也太形象了，有那个吸的那个声。哦，得有吸的那个声。三个字，三个字，一动不动啊！这个我只能快点说，我觉得咱们才能有赢的希望。啊！啪！上啪去！蚊香拍。点炮竹。大嘴巴。啪！打蚊子，拍蚊子。确实得快，要不然我他们就直接打蚊子了。快。六个，六个字。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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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植物大战僵尸，咱们先说的。对。最后啊，一组一道题了，选出一个模仿的。我来，我来。好，来，咱不看啊，君子游戏。君子游戏啊。好了。四个字。注意我所有的声音啊。咕咕咕咕咕咕，肉。鸡飞狗跳，鸡飞蛋打，对，鸡飞蛋打，对了，不，我们推翻你。四个字，啪，肉包刀，肉包打狗，狗急跳墙，狗急跳墙，狗急跳墙，热包子打狗，热包子打狗，不是五个字吗？我说肉包打狗，哎。最后一个游戏啊，除非最后一个游戏是拳击，否则你们赢不了。好，我们上下道具，老师们。我去，这什么？看谁先打碎这块木板。那我去，让给你们了。接话猜词，本轮游戏以队为单位进行，每队中选出一名队员戴上眼罩进行猜题，其余队员查看题目并接力作画。猜题者猜对则该队加一分。行吧，来吧，少爷遮眼睛吧。我一猜你就是画这个。几个字啊？七个字。七个字。但是你一看就明白。哦呦，这个啊，没问题，我觉得我至少画出来一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完美了，完美了，已经很明白了，很容易，就给你三秒啊，这要猜不出来，真的，五个字，蒙娜丽莎的微笑，漂亮。他虽然说五个字说错了，但是字儿没毛病，但是字儿没毛病。你看，我们说话了吗？我们说话了吗？孩子们，孩子们呐，我们而且我们是仅限三秒，我们那么三秒之内说话了吗？所以说咱麻花老演员的默契就在这摆着了，你看看这是团魂呐，孩子们，哎呦我这个激动的都有点想哭了、啊、岁数大了。来吧，我们下一题，请思思老大哥把眼睛蒙上。那我先来，我给你画一大概轮廓。
看看你是什么思路，我肯定顺着你的思路走。七个字，别断，轮别断，不断不断，肯定不能断。哎，我怎么过不去了？可以从边上走。剩下交给你们，好吧？我的思路就是很简单，一个思路。小金鱼吗？别动我！哦，倒是很精妙，点睛之笔啊！点睛之笔，非常漂亮了。等会儿，不能写字儿。这也不是字儿啊？这是啥吗？这不是字儿，哥哥说不是字儿就不是字儿，怎么能跟我哥哥们反抗呢？人家同意了，同意了，来吧，来吧，我看了啊，这样能少付点是吗？这个就是兔子不吃窝边草，白给了吗？太简单了，就是对于老演员的这种团魂，这种默契，就是三秒之内必须答出来，要不然就算输。没错，真是。这眼罩也挺适合你的，你说你这个那么欠的人就应该长一个这样的。几个字儿啊？五个字儿。哎呦，罗哥这个画画功底挺厉害呀。哎呦 ，Michael Jackson。哎呦喂！你们都干扰不到点儿啊！他们发出了赞叹的声音，画的真好。我有点累了，画没地儿了，好像没地儿了。没事，该我了，我先数数。我这不就画的太粗了，哥们。要我们写个乘二。我越来越好奇了。这你应该能明白，但是思思添的这笔不好说了。哥斯拉。完事儿了。完事儿。这玩意儿太难画了，这可以啊！哎呦喂，真是牛啊！这是一个大长虫。谢谢海岩。好了，快乐，尽力了啊！需要理解一下。嚯！降龙十八掌，漂亮，太厉害了，这就是默契啊，老演员的团魂啊，开心麻花的团魂啊，干扰啊，继续干扰啊，没有给你们干扰的时间呢，这是。哎呦，哎呦你这不还睁着眼睛的吗？你就是啊，你这样可比你原来帅多了。哎呦我的天哪！好，第一个词儿，哦，一人画一笔是吧？一人画一笔也太简单了。哎呦，这其实不太容易猜这个。啊！这啥呀？这是啊！好，游戏结束了。这小汽车，这怎么往回搂啊？这个，哎呦哎呦哎呦！怎么还往我这扔手榴弹啊？我的，对啊！这谁把裤子晾月亮上？月亮上晾个裤子，好了吗？啊？我们画一笔吗？你们队有你真的是增光添彩啊！这人你不认识吗？几个字儿？四个字。是一个你认识的人。谁牙呲出来这多呀？那不是牙，那是裤子。你别盯着那个牙。对，你看整体。就是这表情。完了，没毛病，看出来了。笑口常开，漂亮啊！差不多，有点接近了，有点接近了。开心麻花，哎，对，加一。这太简单了，这成语太简单了，这个。这是个老虎吗？对，不是，那就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雪人，这个是一个他在拉雪橇。好，说出你的答案。嗯。
狗拉雪橇。少一个字啊？再加一个字。狗拉雪橇啊。那这个，想想啊，哎，他们俩是他等于他，然后这个是，这先是画了一个。哎，对。哎。你凭你感觉，你分析出来啥，你就觉，你就肯定就觉得是啥就是啥。你就根据直觉，因为人是一种感性动物。别想请不请客的。对，别太理性了。人生失笑念失笑、啊、哎呀人生失笑这是句人话吗你说的这是狮身人面相吗啊对对对对对我想表达的是狮身人面相厉害啊海岩哎呦真厉害不对啊刚才说他等于他，他等于他的时候，都觉得他猜着了。答错了啊！那答是太子啊！哦，这个可是个地名了。来吧，皮皮。这太厉害了。这几个字啊？四个字。你说这是一个飞碟。塔。是飞碟，没错。塔里边有个妖怪。接近了，但是不准确。然后是不是一二三四五？九层妖塔。漂亮。太难了，这个太难了。九层妖塔，不对不对。你再数数，这个里边可能也不是个人啊，他在做操。肯定不是人，你看他像人吗？呢？歌舞升平，哎，漂亮，行不行？一个人就能看出歌舞升平，你真的太不容易了。人多了他们也画不出来了。不对，那个海宝告诉他答案吧。你过来呀、啊！我去。今天一共消费1048元。哎呀，还挺贵呀、啊，还挺贵呀、啊。对你带三个。为啥呀？为啥呀？都就给你自己说说为啥今天你的表现？我表现咋了？我啊，恭喜海嬷嬷，谢谢谢谢谢谢海嬷嬷。那就做降龙十八掌的动作吧。谁演那龙啊？谁属龙啊？这里我，你属龙啊？那你来，你演龙吧。来来来，你头上这就像龙角一样，没毛病。我们来演个十八掌。来，一二三，麻花局中局，海云来买单。磁铁砂掌，飞鼻铁砂掌，铁砂掌，不能躲啊。真能躲呀！啊！那既然是只有两个，那我觉得可以加一些难度。别了，大师，大师，天黑了，你再加点难度，明天了。这个好吃。你尝尝，加那什么呀？不认识。多重？你的热爱正在热播。